家好，我是阿 T 啊，我是阿 J。今日咧，我哋就玩只手机 game 就叫猜字塔。咁咧，我哋就喺个 Google Play 嗰度咧，就突然间望到一只咁嘅 game。咁嘅玩法咧，就同我哋有一只英文猜字一样嘅，又系俾一堆字你，咁你就要揾翻佢哋相应嘅字词。揾下成语啊、词语咁。好，我哋而家即刻开始啊！我是第一级，英文唔太难。但系呢个讲要点样做呢？嗱，哇，唔知成语喎、啊。嗯，好，简单啦。五光十色咯、啊，呢、這个名字。黐线，真系打横佢变咗五光十色。会唔会简单啊？简单啦。恭啊！恭喜车啊！老人白发唔系吧？白发老人啊！老人白发都得噶，老人唔可以白发，冇老人就系白发。咁人哋个嘢叫老人白发嘛？小猪三只好唔好？小猪三只好唔好？得噶，试下。小猪三只，三只小猪啊！知三啊！系喎，系喎，我嗨咗，知只三小猪，小猫钓鱼啊？应该系啩？定还是鱼钓小猫、啊？咩叫小猫钓鱼咧？即系咁直接去一个意思嗬？简单啦、啊，雨后彩虹啊嘛。彩虹之后不可以落雨嘅咩？我就听个丑，丑小鸭啫噃。嗯，点解有个子字嘅？啊？丑小鸭，三个字下边。咦？有冇留意下边？因为次次画死。宿营地啊？唔知喎。三个字啫。真系。吓？咩叫宿营地？咁教咁怪嘅个字词，王子帽，高子王，高子帽，我唔识呢个高帽子。哇！哦，嗰啲魔术师嗰啲啊，高帽啊。哦，高帽。佢哋咧冇咩色，黄橙色。彩色，彩条色，咩嚟噶呢个系？颜色嚟噶。吓咩嚟噶？哦，橙黄色，即系只偏橙嘅黄啊，偏黄。哦，即系佢而家呢个 game 背景嗰个色。系啊系啊，类似啊类似。大恐龙。啊真系啊！咁巨恐龙咩？巨恐龙唔好咩？三思而后行。咦，开始难了啊，有四格，有三格。咩路？哎，乐此不疲的成语啊！乐此不疲，花开雪来得唔得？三个雪花开，花开雪，开雪花，开花雪，荔枝花，秀丽花。人哋咪话唔可以咁啊！荔枝花唔系喎。哦，雪花酥。雪花酥。嗯。哦，好，继续谂下先。河南曲。是小人马，是小马人。要河过。摇篮曲。系喎。人马少，何过人马？咩嚟噶？过人马少？唔系咯，呢个事少又事少马过，过河事少，事少马过，
小猴过瘾，一定唔会咯。啊，哪道工程？咁冇，唔好乱噏啦。龙马精神，龙马精神摇篮曲都冇。人啊，物啊，事，人马小事，咪试咗咯。事小，过河小马，哎呀！啊，小马过河，哇！咩嚟噶？张飞，张飞，三个字，张飞品，张飞学，哎呀，系学张飞学习，张飞用品，唔系张飞用品。学习用品，学习用品，张飞行，音行员啊，张行员，张行音，张飞行，哦，飞行员啊，哦，系，学习用品飞行员，冇关系噶，冇关系，两个词语啊嘛，哦。单程票咯，从上而下，我呢个简单好多。从上而下单程票，三个三个啊，今次。抢鱼，抢金，抢、哎、金货得唔得？跟住叫咩？过时货咯。慢嘅你，过时货金枪鱼，过时货咪即系 outdate 嘅嘢咯。好似系小白兔，哦，小白兔，长方形。喂，头先嗰啲难好多咯，嗰、那个小马过河，小马过河，過河小马定小马过河，小马过河，第三个，武则天。我真系想讲揾老夫子，又老又屎啦！老子肉大米地，唔会啊！老肉子，老蛋，老蛋，肉子有冇豆腐啊？肉子肉啦咁，大米肉。老玉地，老，你讲日文老玉地，全部冷晒。你三个字啊，老，唔通佢听到我哋话太简单？老玉米，啊咩嚟噶？老粟米咯，老粟米，老番薯，不断谂住讲老番薯，老。哎呀，简单啦，高富帅，万千梦，中国梦，中国梦是什么来的呢？我吹啦，啱啱答唔可以跨过，不在行，佢闹你唔识玩啊，唔系咯。人哎呀做咩嘢咗添，应该人之情咩嚟噶，试下先，哭鼻子，哭鼻子即系咩，唔知道，但系可能呢个哭鼻，可能呢个字啊？咦，唔系，可能真系呢个字？咦，系咯，面子，爱面子啊！
原来先哭鼻子啊！哦，原来个 refresh 系咁嘅。哦。好，你今日咧就玩到嚟呢度啦。系啊，费事玩晒你哋冇得玩啦，系咪？如果大家继续想睇我哋玩嘅，记得 like 同埋 share 俾朋友。拜拜。拜拜。